哎呦，我人都傻了。 追，丢两台，不追丢一台，追不追都无所谓，这把应该就没了。 秒救的，这肯定是要秒救的。 又挂劈山，我也是醉了。
最近打蜘蛛好菜呀，我操！感觉怎么打都赢不了。翻船加速。哎呀，失误了，又让他翻了一个板，他又能拖将近20秒时间。真叫全员保魔术啊！我不打了。你看这种局用杰克怎么都能赢，用蜘蛛就赢不了，见鬼了。等会他们要是进杰克，我得想想其他办法了。
都终止连麦了，都。 这废墟八成是个仙子啊！那小木屋后面苟着呢。那黑妹也这么怂吗？真的假的？ 没打到，我炸了。
这把杀前锋了，这个横面挂不了了。有人，应该跳起来。是我瞎了吗？不行，魔咒师吓得分身都焦了的。这样的阵容打杰克就很好赢。要不然杰克就很难赢，如果这个魔术换成调枪，感觉压根赢不了。小小要推进去啊，没推进去就是一个弟弟。真就一个都不给啊。不拿绝了，这有个人的大房。拉锯还要白给，调香，那这边是先知，找了将近一万年，就三台，加上先知这一台，没了。
手无所谓的，开局光接没打算赢，双倒就行了。多捡点垃圾吧，前锋打了钻没倒，然后这边是换人救前锋修，我看能不能直接把他怼死吧，要么就赌个正手，不然没机会了。绳子烫手，没喽，强势直接往那个门走，没三跑了，那是感觉没拿小手也不好赢。强势都带个怀表的，有时候崩的点就在于他这个给了一个有前锋在那边。好像是天子黑妹人皇是前佣兵，战场加速刚刚交了，拿一刀吧，不拿刀他也要交鸟。要没交出来，命机子被守了，还好。一层加速够了，吐一口来一刀，完事。
佣兵救，两个人修一个小木屋，最后一单是在医院里面。长十九啊！这波他下来，他要救，他要保自己，然后这边可能要换人挂。看你救不救得下来。果然还是换金身好啊。PC 的模组不会加太多的，因为怕电脑带不动。反正先调，现在，今天晚上应该就是进入调试阶段，就把模组加好，然后开始调。哎，我出刀干嘛呀？我有吐丝啊！我真的是服了。
脑壳有包，这下好了，节奏断了，还送了一层，送 buff 去了。 有吐司还出刀，我也醉了。真敢装啊！我今天不杀先知了，我今天杀你。 心里还有很多球，搅屎棍烦死。 前锋打一顿就老实了。
他也想拖时间。 没一刀，保一个，无所谓，没打算赢。 在二楼，鬼屋二楼。 黑白。 真是啦！天之套鸟应该懂吧？ 鸟啊！ 给鸟啊！再见。
他发了一个我需要帮助了，不给不给拉倒，不给我不救了。快乐，刚才给鸟魔术师不就不会过半了吗？他还想把鸟给魔术师，认为魔术师还能活，那怎么可能的事嘛？闪现都没交，直接被震慑了。我有的刀长的哟，这么慌的吗？再抽个箱子，保个低调算了，没法赢了。先打刀，真的不救人呢？
个瓜皮的酒丢了。真是搏命啊，搏命这个时候突然没用了。平时搏命我觉得短，哦不对，打屠夫头大。